史克威尔艾尼克斯表示，他们开发中的最新线上游戏 Final Fantasy XIV 已经确定 PC 版本将于今年9月30日推出，同步将有日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法文版。而这次 Final Fantasy XIV 除了普通版本之外，也会有限定豪华版，收录内容包含特制彩绘包装盒、音乐原声带、特制金属收纳罐、游戏画册、特制密码锁、限量虚宝等等。另外 FF14 采月费制，收月费1344日币，挟着之前 FF11 长期盘踞日本线上游戏市场龙头的成绩来看，这次的 FF14 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。另外史克威尔艾尼克斯也宣布 PS3 版 FF14 则延期到2011年3月才会登场，但是延期的原因还尚未公布。